I'm gonna stop asking.第一行结束，第一行翻，再往下一个，下一个，右边。对对，就是我可能不应该这样使用这个，我先度过，但是照抄一样的 flavor 方法，就是我把这个 F 直接换成度过，然后其他部分照抄。对，因为我想要得到新的 flavor， 就是我把这样写也没有错，可是那个 flavor 没有错。这个是照抄，就是把 F 换成度过 F， 然后这个 I upper star 度过呢，就是 X I upper star。好吗？因为我跟这 apple 开的 D X apple 开，这是你的 D， 就是。你要取 F 等于第五的上第五的数字啊？哦，是这样，加在你度过多大的数字？第五的时候很大。没有，就是我不要求这两个，对不对？就是拍照，直接拍照的照。对，让我抄一下文note。我现在一时间，你好 ，Facebook， 重来。好，我现在有 D X F， 就是 I lower star， I upper star D X F。这个是使用到了这个，如果 F 不在 U 分区有，那 D X F 在 U 分区就没问题。就是我就把度我全部拉出来。上面两个 stop 一样的，就是在一个在上面，一个在地上。好，那么做。
们从 every perverse， 我们知道 I upper star F 的规则等于，我们知道 I upper shift F 的规则等于 ，by vertical 度，这个是，这个是什么 ？I star B， 对，对，I star。我可以再插一个，我就，哎，对啊，所以我应该在某个地方再插一个 DS， 好奇怪啊！我如果插一个 DS， 然后一直这种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在这里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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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然后这些没有了。所以本来argument还是对的，只是某个地方没有把它做完，就是有没有 a l w a y s ever start f 这个我还是保持的。哦，但是我中间我在这边放两个 df， 然后把其中一个往外搬，变成这样。然后两个 df 就是你有液在外面，液在里面。外面的这个 DS box reverse 变化最大的原因，刚才也讲，原因大的原因。对，这个是 reverse， 然后就这种啊，这样可以吗？所以让我把结论写下来，跟大家讲。所以这个 statement 是说。
RG 和讯。那百官 RG 和讯，这是什么讯？ RG 和讯是 RG 和讯值。所以我们上次讲这些各种方程，什么时候会把大点给放大点，小点放小点 ？General sync 是直接保持 stop 的，它不会改变 stop。所以它在那个几何条件，就是比较难易的几何条件，小点以下才能保持的。Perpetual 小点小点的东西，经过 general sync， perpetual 小点多里 ，RGL 是哪些保持大点的东西是？哦，首先这个 G upper star 保持 perpetual， 对，所以这个是。in particular， 它 perversity 会降低。RG lower star 保持 perversity 会降低这个性质。Which the reason for this 是因为 dually G lower shrink 保持 perversity 会降低。然后这个是直接几何原理，从经验。好呗，我们有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想要有个 app， 它的你要装两个 upper， 它的 perver， 中间 perver 是一个量的原理，对。所以我们上次的做法就是，你要从它做到它，你就要把那些 perver 是一个量的东西都铲掉。我们上次在证明，然后就是一直做这件事情。你在 U 上面这么做，在 G 上面这么做。在 U 上面是因为它是它配合的话是层次，然后你做在 G 上面是百分之大学。OK， 上次我们是这么做的，可是在这里啊，如果我们也这么做，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事情，在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份习题的第一题里面，我们有个例子是这样子，先跟我说 U 就是 A1 比较明显。就是 C 大，如果大家比较熟悉负极的话，然后拿到 S A1， 也就是 C 大的 S， 可以 function this， 把那 this， 可以。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你如果把 function shift put in X 里面，你会发现啊，这东西很少发生 traverse。它不是清楚，它会有两个部分，它会构成一个 show sequence， 然后像这样，哎，不行，这不是 converse。首先，在 U 上面你应该是反弯，因为 U 是可以的，这里要是反弯，然后你会有像这样的东西，这实际上会是就是控制器之后的。也就是说，你这种东西，你就算只看 degree 的东西，只看 perverse 的地方，也就是 perverse degree 的地方，它里面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神奇的，莫名其妙的一些神奇的的部分。你觉得？我写反了，不行，这样不好看，写反了。大家看例子，看看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不想，就是说你想象中你有这个就是说你在 x 上面的 symbol perversion， 比如说这个就是很好 symbol perversion， 因为 x 是 smooth， 上面这个东西程序摆一个点，自动加 perversion 率，首先 perversion 率小一点，直接显，就是直接就是 symbol perversion。好，你来看它的连接度，就是它的什么，就是去。抗争剧本的连度还是抗争剧，所以可能就没有 shift， 从这里面 shift 好，这是因为 x 是 smooth， 所以叫这个叫 smooth。所以你上面希望这个你上面就是希望这个来研究它。可是你真的研究这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它多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样子来例子里面发现这样子。这告诉你说呢，如果你想要 begin with 这样的 object。所以比较在 U 上面的东西，比如说是这个，我们把它放到 X 上面，比如说用这种方式放到 X 上面。可是你心中你想的其实想要放这个，那样的话，你必须要去掉一些 support 在 G 上面的
一本是 perverse 的。好，这个要看成 perverse 里面的 shapes。对，那这个就已经用在 perverse 去分开过了，三种形式形式。那我看你就一直说，你会大概这样子，可以，但可以证这个这个东西，就是修理三。也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perverse degree 大于零的家伙，他可能会有一些 perverse degree 小于零的家伙在 team 上面，然后那些我可能不想要，如果我想要用他来 defend 他的话，那怎么办好呢？我上次我们在构造这个小于零大于零的小于零大于零一小于零的时候，我们是把大于零一的东西都去掉，留到小于零一部分。那像我们现在说的问题也是可以就是。如果你看这家伙，看它小的那部分，你并不会 recover 一个最简单的 f， 你可能出现这样比较复杂的，它提供的部分只有这个问题。Instead， 你可以怎么做呢？上次我们做出这东西小的那部分，我们是在 U 上面先传配，把大的部分丢掉，啊，对不起，在 U 上面先把大的部分丢掉。拿回 Z 上面，再把大的部分丢掉。那我现在就是不只想要这样，我也不要这个。也就是说，我应该拉回 Z， 然后把大的部分丢掉 ，instead of 把大的部分丢掉。所以让我 recall 一下这个过程。我们上次啊，考虑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现在。